不是赌场啊，就赌窟交易的概念。哇，我跟你说，来到了也门的本土，我最期待的就是这个虚霸古城。吃完饭呢，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使用的 Cut Market， 就是全部都来卖恰特草的。好，我们昨天看到呢，在边境那边只是一小家店，但这个区域呢，全部都是在卖 Cut， 就是在卖二级毒品卡系统的植物。哦，大赌场交易，对，就是在这里啊，不是赌场啊，就毒窟交易的概念。哦，九茂会带我去。算了。Good. So the cut here.The cup? In the mouse. I'm going to go to the cup.而且我跟你说，因为今天是礼拜五，刚刚那九猫跟我说，如果你中午十二点来，啊，放假就中午十二点来，你这边基本上挤得跟跨年是一样的，水泄不通。哦，那大家刚刚看到，他们直接把那个 cut 放在左边，哦，鼓超大，那个还算小的哦，他们这样可以吃一整天，超过24个小时，哦，就是一直这样嚼，然后去吃它的那个枝叶这样子。哦，那这边的话就是在使用最大的 cut， 市集的，每一间。就是全部都是在卖毒品的概念啦 ，OK， 好，太帅了，在世界各国，可能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这样的情景的，太帅了。然后大家背着 AK-47 啊，然后小枪来买 cut， 然后这边真的是我看过少数垃圾这么多的地方，走在垃圾，哦，这个真的很难以言喻啊。我觉得虽然这个国家哈在打内战，但是我在这边已经超过了48小时，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危险啊。他们只要看到我拿相机，都会很兴奋的冲过来，好，然后说要拍照，对，请我帮他们拍照，那甚至请我吃那个 cut。但是我对那个 cut 真的是我没办法，因为它的味道草味实在太重了，我实在吃不出来它到底哪里好吃。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我现在在等九茂他们在讨价还价的时候，哦。So what is this? Different cut?结果一走进去毒枭市场的最中心区域，突然两三个人把我的手抓住，相机也差点被摸走。好在九茂看到，一个箭步把我从人群当中拉了出来。里面状况太复杂了，我再拍会出不来，因为我刚刚就在里面一直帮他们拍照。哦，他们看到相机实在太好奇了，对，所以我要先快点离开这个地方。但这边的体验真的很嗨，真的很好玩，很刺激。但如果只有我自己的话，应该是不敢进去了。OK， 好，那我们要回到车上了。OK，Let's、okay, go， 要跟这个东非罂粟市集说拜拜。卡苏里苏丹宫又名革命宫，15世纪时是一座城堡，直到20世纪初期才被卡苏里苏丹改建为了王宫。醒目的门窗雕刻具备了通风降温、防止日晒的功能。
但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像涂上奶油的三层大蛋糕宫殿呢？很难想象在一个沙漠城市当中有这么漂亮的宫殿，对吧？如果说要找一种颜色来代表夜门，那绝对就是土黄色。不管到哪个城市，到处都有像这样用泥土盖出来的楼房。很厉害的是，不用钢筋水泥，只需要泥土就可以盖出这么高的楼。经过上百年的屹立不摇，夜门老祖宗的智慧不容小觑。你看黎派五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有点像 Loss of City 有没有？那我现在在的地方算是用的老城区、哦、你现在看到这些大概三四层楼高的泥巴房子，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算是整个你很难得在其他国家可以看得到。欸，只用泥土可以盖那么高，我觉得真的很难欸。他们不知道里面到底是用什么特殊的技艺，我再来找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报道来跟大家讲一下好了。但真的蛮帅，然后窗户啊，然后现代的在加装冷气。那其实有一个看点就是你要看最上面，他们最上面基本上都有用白色的那种涂料涂层来做到一个防水，要不然其实虽然这边不常下雨，但一下雨的话都是那种倾盆大雨，下来整个泥巴房就毁了，所以他们还是要用很多的那种白色的颜料把它做一个隔绝层的概念。好，继续看吧。那带大家看了那么多这个泥巴房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夜门人家到底是怎么生活的。刚好九毛他就住在这个区域这个社区哈，然后这个门很可爱，就是他会从上面看，弟弟有没有从上面看？那如果认识的，他就直接拉一条线，然后就可以帮你开门，他不用直接跑下来，这个还蛮聪明的。就是在这里有一条线有没有？就直接这样拉，好，这边太暗了。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生活。夜门人家的生活。It's okay to take video? Yeah, be video. It's the first floor, normally it's a kitchen. Uh-huh, the kitchen. Yeah. And here they make the bread and also they put the rice. But first they put it here and then they keep it here. Okay. To be more. It's like this, that's the kitchen. Mm-hmm. And the washing machine. Yeah. Okay. And refrigerator, but this one is not used anymore.嗯哼，好，一楼就是厨房啊，然后洗衣间。我们来看一下二楼。那里面其实，这个都是蛮实心的。这个女生，所以我先卡掉。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客厅，这个就是客厅，然后这是九毛他的家人们。好了，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到这个地方，刚刚清场了一波，就是女生呢，我刚刚看到他们就全部跑掉，因为就是这边传统伊斯兰的嘛，不能看到女生的脸哦，所以他们原本在这边的话，就请他们清场一下。然后刚九毛的妈妈也是坐在后面帮我们泡茶。那这里的话就是交易厅，也是客厅，那大家就是坐吃完饭以后坐在这边喝茶，然后嗑这个葵花籽，然后再配这个主要是红茶啦，对，非常舒服，然后有够甜。然后大家就在这边吃饭聊天，然后休息，还蛮酷的一个建筑，在里面跟外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上面的梁柱啊，大概是这样子。好，这就是一般的夜门人家，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好，那我要请妈妈回来了，实在不好意思。所以房子里面都有很多这样子的客厅，然后因为人都很多，可以在那边聚会。
先来 check in， 去看。哦，这个大厅很 fancy 哦。哎，这个房间可以吧？它其实有点古色古香的感觉，而且很干净。好，一个晚上多少钱？其实我不知道，是九毛他帮我订的。然后厕所的话，你看还有浴缸，但浴缸我应该是不会用啦。那我觉得就是舒服。我其实也不知道在这边会住几天，我们等一下来问一下好了。那我们就是其实现在四点多而已，我们来放东西，然后就要去看日落。今天的最后一个行程应该就是日落。好，我觉得来到夜门每天都非常的充实，大家影片应该看得很爽，对不对？好，那最后来看一下，我们要去巴沙。哎 ，Spacia 还是 Basha 去看这边最美丽的日落。出门。好，那太阳的方向在那边，我们要继续往上面爬。大概从停车的地方走十分钟，我们就会到山顶。然后可以看整个西巴这个古城，哇！我跟你说，来到了叶门呢，叶门的本土，我最期待的就是这个西巴古城，就在后面。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到？它就是曼哈顿的感觉。这个呢，就是我一直在讲的泥巴房子，它的建筑天花板，哇，超级帅！就是整个在绿洲城市旁边的高楼大厦。哈，我刚看到的时候，一往右边，我直接起鸡皮疙瘩，因为这真的是太壮丽了。就是我来到叶门最希望、最想要拍到的景色就在这里，而且它现在是太阳光直接照射到那个金黄色跟泥巴房子、高楼大厦，哇，完美的对比，太棒了。西班沙漠中的曼哈顿城，叶门人以精巧的工艺，不需要钢筋即可屹立数百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这些高楼建筑是传统家族制度的产物，当时家族分家后，一般不会在外面盖新的房子，而是在原本的房屋顶上加层扩建，楼层越高代表小孩越多。一二楼的房间大多没有窗户，三到五楼是属于住家，六楼休闲，还有吸食卡特草闲话家常的地方，顶楼还有另外一个瞭望口，供女眷偷看外面的世界。大家也知道，在叶门，女权其实是非常保守。夕阳时分，来到对面的山坡，远眺新榜古城，是我整趟中东之旅最疗愈的时刻。山丘呢，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凉亭、小伞，完全没有遮阳功能的小伞，然后看着这个西巴啊，舒服。好，那我这边就不废话，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 Mother of the Palace。所以西巴古城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呢？下一集就来带大家一探究竟吧。